你们好，我是小宝。现在我们继续接上一个视频。在这边发现了一个特别大的大鳄龟在这个洞里面。现在我们就继续用这个铲子来挖，把这个洞挖大一点，我们就可以把这只大鳄龟给挖出来了。哇，这只大鳄龟实在是太大了吧，至少有个20-30斤呢、啊。你们看，这么大的。现在我们继续用这个铲子来挖，哇，看能不能把它拉出来。哇哇，这么重，看来现在还是拉不出来。我们继续用这个铲子来挖，再把这个泥巴全部挖出来，把这个洞挖大一点。现在我们继续拉，哇，拉不出来。我们继续把这个洞口挖大一点，我们稍后必须把这只几十斤的大鳄龟给挖出来。